光法师韬光养晦的常惭愧僧。诚愿再来世至深，圆通念佛训群伦，风光本地无他树，生教当年自有真。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三，大势至菩萨圣诞。在民间，大势至的名声没有观世音那样大，知道的人不多。其实在佛门中，大势至同观世音一样，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导师阿弥陀佛的助教，与阿弥陀佛观世音合称西方三圣。佛门中佛菩萨的形象都是一种表法，在西方三圣中，观世音菩萨代表慈悲，大势至菩萨代表智慧，因为智慧是最殊胜的威德，这个威德可以震动大千世界，所以称为大势至。一个人的慈悲智慧达到圆满极致，这样的人就是佛。佛菩萨是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大觉者，他们在世间的身份是从事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通过无常的言传身教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转凡成圣。佛法修学法门无量，而其中最方便稳当适合现代众生根性的，莫过于净土宗的念佛法门。大势至是专修念佛法门成就道业的，所以菩萨教导众生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众生但能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净土，临终必蒙佛力加持，往生极乐，得无量寿命，永无生死轮回之苦。更有西方三圣亲手调教，必能正果成佛。佛菩萨常常应化世间，与众生和光同尘，以种种善巧方便普度众生。佛门中人知道，民国时期一代高僧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法师，传说正是大势至菩萨承愿化身而来。印光法师法名圣亮，陕西合阳人。法师自幼患有眼疾，眼睛稍微发红就看不清外物。法师21岁出家，第二年受戒的时候，因为他擅长书法，凡戒期中的书写事宜都由他来承担。当时法师由于写字过多，导致两眼发红，如同灌血，幸好他曾经得到一本龙书净土文，知道净土念佛法门是了脱生死的要道，眼疾发作更让他
了悟身是苦本，于是一有空闲就念佛。晚上等大家都睡着以后，他又爬起来继续念，写字的时候也是心不离佛，法师一心求往生。神奇的是，书写事宜完成后，他的眼疾竟然从此痊愈，这更让他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从此一心归向净土，自行化他，毕生致力于弘扬念佛法门。法师初出家的时候，因事到一位居士家里，居士全家信佛，婆媳和儿女们每人各自供一尊佛像，供佛用的是同一个长供桌，各占一段。媳妇烧香供水掸灰，只管自己佛前的一段，看见婆婆的佛桌上有灰，也不帮着掸掸。法师见此十分痛心，深感学佛人若基本的伦常都做不好，虽然信佛，实际上是以身谤法。法师观察到这样的学佛人很多，后来法师弘法从不谈玄说妙，一生教人总纲领只有16个字：敦伦尽分，贤邪存诚，老实念佛，求生净土。都是叫人先做好人，守伦常，尽本分，这样学佛根基才稳。法师别号常惭愧僧，一生为人处事但求无愧于心，韬光养晦。法师33岁时常住浙江普陀山法语寺，管理藏经阁，深入经藏数十载，默默无闻，潜心修道，直到52岁后才见为人知，以其真才实学享誉佛门。法师生平简朴惜福，喜爱习劳，直到晚年都还每天自己扫地、抹桌椅、擦油灯、洗衣服，不要别人伺候。每次吃完饭要将碗舔干净，再倒水刷刷喝下去。有人吃饭碗里剩有饭粒，法师看见后呵斥：你有多大的福气竟如此糟蹋。有人将喝剩的半杯冷茶倒进痰盂，同样也遭到法师批评。法师一生不贪恤财物，信徒供养钱财很多，都被他用来广印经书流通，或救济灾难。弟子们供养礼物，不是推辞掉，就是转送他人，让大家一起享用。有人请他上山讲法，专门替他备好轿子，但他认为坐轿折服，坚决不肯坐。从上山到下山，始终拄杖步行。法师70岁时移居苏州报国寺，当时他房间里的臭虫特别多，弟子要为他收拾却遭拒绝。法师告诉弟子，这都怪自己没有德行，不能感化臭虫离开。他就这样泰然处之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弟子又向他打听臭虫的情况，法师说没有了。弟子进去检查，房间干干净净，臭虫果然了无踪影，真的离开了。法师德高望重，
一生不图虚名。民国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为表彰法师教化之功，曾经赐给他一方写有彻悟圆明的匾额。寺院上下锣鼓喧天，法师却置若罔闻。有人问及，他说：空中楼阁，而自己实在无此福德，惭愧尚且来不及，又有什么值得荣耀？有人要写文章赞他，必遭他痛斥；要给他祝寿，也被断然拒绝。法师在卧室墙壁挂上一个大大的死字，用来时时警测自己。法师说：欲求出苦之药，唯有念念未死，即死而堕落三途恶道，则念佛自纯，敬业自成，一切沉静自不能夺其正念矣。法师在家弟子众多，其中有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，但他从不与弟子们高谈佛理，唯劝大家深信因果，专心念佛。法师说：须知佛法，法门无量，若欲以通身业力之凡夫，现生即得了生脱死，离此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一法，佛也说不出第二个法门了。1940年11月初4，法师预知时至，自在往生极乐净土，世寿80，僧腊60。法师圆寂前日，对大众开示：净土法门别无奇特，但要恳切至诚，无不蒙佛接引，待业往生。圆寂前嘱咐在寺庙做主持的弟子：汝要维持道场，弘扬净土，不要学大派头。法师一生精修净业，悲度众生，宏愿无尽，其所著印光法师文钞，字字珠玑，是净土学人的指路明灯，无尽宝藏。大师弟子一代高僧弘一法师赞颂大师云：弘扬净土，密护诸宗，明唱佛法，前晚侍奉，折射皆具慈悲，雨墨无非教化，300年来一人而已。